Hello，大家好。那个，我今天第一次录视频，我要就是录一下这个单刷这个金毛兽啊。我看到好多人到现在还不是很会刷这个金毛兽王疾走啊，不是杀肯定会杀，就是疾走怎样杀。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带上那个肉啊，毒肉和麻痹肉啊，睡眠肉也行。就是比较好的还是麻痹肉，然后呢，然后我选的是这个大剑啊，我主要的武器不是大剑，是太刀。刷疾走呢，就是对金毛兽王而言的话，用大剑会好一点。很好看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那个道具栏有这个，麻痹肉和毒肉。然后一般呢，遇到他的话可以先砍一刀，这个时候反正他都会有一个初始的动作，所以就先砍几下。啊，蓄力砍一刀。然后发怒了，发怒了之后呢，就是对，可以放个肉，啊，放了肉之后，他就会自己过来吃。他有这个动作，你可以提前在这里蓄力，或者你在他过来之前，也可以在他肉的前面蓄个力。但是就是我怕这个，有时候蓄力之后劈不到，所以我就直接在肉的后面蓄力，然后就一直蓄力。因为他吃肉的时候他是不会动的，所以你就直接放心的蓄力砍他就行了。然后呢，我主玩太刀嘛，太刀他这个伤害根本打不上来，然后。大剑这个蓄力伤害很高，所以就是麻痹的时候砍几刀，它就差不多了。那一个肉差不多。其实我的武器你不一定用，我的武器升到顶级，但是没怎么强化啊。你如果用普通的武器的话也行，就是尽量选攻击力高的吧，因为或者像现在有。冲枪那个龙击炮也是可以的，就是尽量选伤害高的，因为放了肉它就会过来吃。但如果有陷，你想快点也可以用陷阱，但是陷阱嘛，它有时候跳来跳去的不一定中陷阱，但是肉呢，它一般是会过来吃的，所以看这个很快就结束了。然后我的装备呢，选的是那个镰械，剑豪镰械，它是加剑切，剑切就是那个彗星，因为这把大剑它那个彗星是负的，所以用了那个加彗星的话，就是伤害就是减的比较少一点嘛。然后看好多人用那个什么弱点特效啊，这个也有装备不好做，所以就没有做，所以我就选了这个比较容易上手的装备。就粗略估计一下，应该在2分钟左右吧，因为大剑啊，2分25秒，啊，速度很快啊，就是用这个肉或者陷阱，陷阱其实没有肉好用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啊，谢谢大家。